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就没办法互动。你不知道我在网络有个外号叫什么？什么？叫牛社长。牛社。不是啊，社牛。牛社什么？牛社是养牛的。两个是社交很，一点耐心都没有。这时候就可以骂他，这时候我容错率没有啊，我不能讲牛社，没有，要凶你才会出事。对，社牛，社牛，就是我没有聊天的障碍嘛，那什么障碍？瓜哥，那这样随便考你网络用语，你会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什么问题啊？你考，你考，你考，我们不提示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来，接，我们有准备题目，好，我们第一张来，瓜哥，你知道这个吗？爱人依人，爱人依人。英文 I E， 有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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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蔡小虎，哎哎，答对，厉害，掌声鼓励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，你懂吗？对啊，他讲的错，我们一定怎么样都有办法回答。对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，蔡小虎。他的正确解答 ，I 人 E 人是一个新的心理人的人格测验，叫 MBTI。那里面有一个分法，就是你是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。I 人就是指内向的人 ，E 人就是指外向的人。那他都不是，他是有钱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题目出错，对，出这种题目问题。很会。有钱人太通俗了，应该是好野人。M 人 ，M 人，跟着好野人，那你好了。那我们第二题来，处烂就接触之后很留下很烂的印象，相处上拍到底，第一眼见面印象就坏了，对，就处烂，处烂，处烂，拍到底，一碰到就烂掉，就是一见面就让我很膈应，你碰眼神触碰到就烂，烂掉，就像瓜哥第一眼看到我，他就觉得这个处烂，处烂，你是腐烂，腐烂，腐烂，他就是烂，他对，他是白烂，白烂，腐烂，是我瓜哥看到我处烂，对对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所以处烂到底是处烂，处这个词是来自英文 true 的意思， true 就是真实的意思，所以在处烂的用法可能会说哇，我今天很漂亮，下面我旁边的朋友像安吉就会对我说 true， 这意思就是说对我今天很漂亮，安吉有意见呢，他动了一下，他不想处烂漂亮，不是，可是烂呢，烂的意思就是触到不行，哇，你这个真同意到烂掉，对，同意到不行，好，处烂。最后一个 M3 应该知道吧？ M3 这个 BMW M3 价位，不要跟我讲什么 M3， 我最讨厌 BMW 这台车，价位也会 BMW 的 M1 I don't care， 这台车型比较敏感一点，那个是M3 吧？对，不一样不一样。花哥，你可以念快一点 M3 有点提示，跟英文有关。后面要讲话，你要说什么？你有听过 M3 要捏鼻子，有点 M3 你可以听我讲然后猜是什么。好， M3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Yeah. M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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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3